你听，真传圣王的长生界神力加持被破了，怎么会？ 看来子玉叔叔打败了金蝉圣王，那我们也不能落后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那些邪门歪道的咒术！ 害死了多少无辜的性命？这样带来的强大，根本不可能笑到最后。亏外公一直惦念着你，让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但你却一心向黑龙妖宫，还不惜使用邪术。那又怎样？只要我变强大，就能永远站在神族顶端。其他。 我们快跟大军会合，去找黑龙。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你醒了吗？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我说过，我会让你醒过来再见到我。你知道的，我从不食言。我知道。 今天，为了取你的命而来。
我一定会打败黑龙，完成你和外公的愿望的。我相信，以后不需要我保护你。你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 我还需要你的教导呢，阿兰。吴哥，其实，在神隐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我发现我渐渐的喜欢上了你，但是我不能说，因为我还要为家人。 同胞们报仇，况且你已经有了白簪，所以我不能让自己安。吴哥。 不要为我难过，这样沉重的人生，我早已经支撑不下去了。死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不会的，阿兰，当我打败了黑龙，你的人生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沉重了。 吴刚，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以后我不管在哪儿，我都会用我的方式。